宝贝，快下来吧，快去吧，快去。哎呀 ，Lucky 知道这边有好吃的，一下车就往这儿跑。早上阳光好，空气也好。哎，这个水不是我流的啊！我刚才把车挪过来的时候，地上就已经一滩水了。吃水果，来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好，都麻了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整这些水果来！哎，要刮皮吗？要削皮吗？不用。要削皮，我去拿那个，我去拿那个刮的，可好用了，我那可好用了。这你这是抱着手机帮我回评论呢？啊？回着回着还睡着了，小豆芽，你帮我回评论呢。今天我们在蝶湖公园休整，大家都没什么事儿。这会儿下午4:30，准备做晚饭。那燕儿姐那儿煤气没有了。因为他不是经常搞炖的呀、煮的呀，煤气用的就比较快。九嫂那儿呢，也就只剩一个炉子。我今天搞两个，搞一个热的，搞一个凉的。这个是西葫芦，用我这个小叉子来给它爆丝儿，凉拌。斌哥不爱吃菜，那燕儿呢特别喜欢吃我拌的这个葫芦。荤的搞一个莲藕炒肉片儿，我就在车上做，我那卡式炉下去就没火了，搞不好又搞成炖的了。在车上的话没风还可以。已经切好了，在水里泡着。肉片呢，刚里面加了点蒜末，再腌一下，然后锅烧热就可以开始炒菜啦。照旧啊，还是得把这肥肉煸一下。我上次买的是，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肉。那九嫂不喜欢吃肥的，她不吃肥肉的。其实我觉得有点肥肉还香，就把这肥肉先煸一下。开炒了！肥肉啊，要把这个油煸出来以后，干干的、香香的，
然后也可以少倒一点油。现在不是提倡这个轻盐轻油吗？其实这卡式炉放在车上哈，火还行。上两次搞成炖的主要是在底下有风，那火本身就小，你看就煸成这个程度，然后把它挑出来炒肉。这个菜其实挺简单的，还煸了不少油出来嘞。这肉里边放了酒，白酒，然后放了一点酱油，放了一个鸡蛋清，还放了点蒜末，腌了有个10分钟了吧，20分钟。油要烧得特别烫才能炒肉，这叫爆炒。还行，今天绝对不是炖。这爆炒啊，肉熟得快，我没办法拍近景，我这俩手都忙着。肉炒好以后，把这小葱、葱花还有辣椒段加进去，提个味儿。哎呦，满满一锅。调味儿，酱油来一点，再来一点点盐，然后再放点糖。举起欢乐的小酒杯，啊，今天词儿呢？词儿呢？词儿碗，让我们举起欢乐的酒碗。来吧，干杯！来，你看这个炒肉的时候，用鸡蛋包的，姜没包住，腌的时间有点短。这长了没？这有没长呢？没长呢。别味儿。一样炖的土豆豆角炖肉还是炖排骨啊？炖肉哈，咱俩这都肉片儿。烧转来的，我妈死得早，我爸供不起我和姐姐一块儿上学，烧爸偏偏只欠了我，我就上了学，我姐姐退了学，我从小学到初中。我想问姐姐，现在是晚上10:30，看看我们今天露营的这个环境，好多车呀，这是我们这半边，再看看这边，呵呵。不远处是卫生间，我们今天把车挪过来了。这两天呢，恰逢这个新疆的古尔邦节，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，它在新疆这儿呢，就像我们内地汉人过年是一样的。整个新疆现在放假，有说是3天，有说是5天的。这边我那个快递公司说他们放假3天。然后也有人说放假5天，现在整个高速都是免费的。但是我们这两天待在这儿，白天还好，晚上你看看这人，今天晚上人特别特别多。所以我在车里躲了一天，那边湖边可热闹了。不准备下车了。
就在车里待着吧。我不太喜欢凑热闹。